啊，有请主委。好，请主委就备询台。主委员早。早。啊，想先这个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公股董事的事情啊。我知道刚刚应该常左委员还有其他委员应该有提到过，不过我们从我们的角度好、啊、再跟诸位请教一下。首先呢、啊、我们看到这张表格哦、啊、里面有蛮多公司的，它大概是我们退伍福会的持股从 24% 到 40% 都有。那你知道这一些转投资事业它有一个共通点，不知道诸位晓不晓得是什么共通点？从永隆气体之外都是。好，这些共通点就是退辅会都没有派任公股代表的董事长。我想先请问一下主委或是这个部会官员，请问一下我们为什么没有积极的想要派任董事长，背后有没有什么理由？因为毕竟我们持股不只是最大，有的到三四成。嗯，鲍委员，我想既然您是咨询嘛，我们是一定要讲的比较实在一点。好，假如我们持股持得少，嗯，民股当然希望自己的人当董事长，对，甚至于自己的人当总经理，是这样子，在营运上面他们就认为比较实在。那么在我们持股比较多的，我们可能会派董事长还有总经理，所以这个就变成你持股的多少跟民间这个他所持股的中间的一种协调，所以协调性。主委的意思就是因为民股比较多，所以他们想要掌握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多但不一定抢得到，或者是我们不一定，我们其实有在积极争取，只是没有抢到。对，一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协定，这个协定像一个游戏的规则，我们大家都现在大家都在遵守。好，那另外呢，因为其实各个部会啦，包括行政院、经济部，甚至其他的这种这个民股的公司，其实大概有23间都是这个没有派任公股代表担任董事长啊，只是退辅会刚好有8间，比例是政府机关里面最高啊，所以呢，这个特别提出来这个了解一下，那也希望未来能够继续积极争取。好、哦，我们不希望，因为你也知道坊间一定会有人会觉得啊，你持股比例这么高啊，都没有当董事长，是不是规避监督？啊，为了避免这种不好的话语来流传，好，所以我们今天在咨询台上也给主委一个解释的机会，这样好不好？是的，好，我们会持续的努力。好，谢谢委员鼓励。不会不会，那其中呢，这个有3间公司比较特，有几间公司比较特别哦，他们是这个刚好今天也没有来啊，包含欣然、新南、新彰、新雄3个天然气的公司，因为我们没有会见首长，所以呢，我们并没有办法取得他的资金计划的这个执行状况。这三间跟前面提到的几间有一个差异哦，就是没有上市上柜，可是他也是有关股啊。跟委员报告，新雄是有上柜。OK， 他有上市上柜，但他不影响，因为我们这3间找不到他的这个资金计划执行状况。那他在行政逻辑上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明明有关股，但没有办法监督。可不可以解释一下？那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怎么办？跟委员报告，就是说这个资金计划来说哦、因为这个是预算法的规定，我们都会事前去跟这3家公司协调。不过他实际的执行计划，大概跟这3间公司都问过，他都是说这个就是他们列入他们的营运里面。那我们这3间公司还是有我们的会派董事，在会派董事出席的董事会里面，他们的这一些的每一年的资本支出都会是在议事手册里面都会知道他们当年度的相关的资本支出的这些计划，我们是透过董事会来进行监督的。了解。那可是董事会进行监督就没有民意代表成分在里面呢、啊？他身为一个行政机关，他没有民意代表参与监督的话，那这样子的逻辑是可以通的吗？比如说他一样是有关股的情况，那一样是有人民的税金这个持股嘛？那可是我们却第一个没有办法知道他的执行状况，第二个我们透过公司的董事会的所谓关股董事来监督，这个好像跟我们理解的逻辑不太一样。那也不是说拿出来我们就一定会这个怎么样强力批判，可是问题是我们连调阅资料的能力都没有的话，怎么去谈这个民间监督？而且这一些东西其实已经是民生用品了嘛，它并不是一个国家机密或者是怎么样的外交机密，是不是可以再研议一下我们未来这个有没有计划让它能够相对公开，好不好？好，是的，好好，尽量哦，一个月之内我们看，弄个报告来，我们参考一下。是好，讲到资金计划执行状况哦，因为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报告里面有写一个，哇，我们平均执行率76%，其中有185%，有224%，117%，看起来好像很卓越，可是平均76%就表示有特别不理想的。那我们也整理一个表哦，你看到有15%，有42%，60%的，那这样子的这个执行率的落差就是15到224。
好、哦，这个从天花板到地上这个距离这么大，大概会产生在哪一些因素？你觉得是什么因素产生这么大执行率的落差？跟委员报告，以星云公司来说，它主要就是天然气公司它所有的买管，包含整压站这些输出设施，它任何的这些的资本支出都必须要取得相关的许可，地方政府或是中央主管机关。是。所以如果没有这些许可，即便它编了所谓的资本计划，也不见得有办法如期来做。那星云本身，因为它有几个比较大的案子，原先在去年本来要预计划来按计划来执行，不过因为最后在整个的申请过程有稍微延误，但是都会持续，这些都是属于它持续在进行。那它会在109年度都还会持续在进行。好，我理解。那我想请问一下，当初这个预算或者说这个资金计划的时候，它是在刚刚讲的会内的董事公司内的董事，还是在立法院的预算？你知道吗？这些其实这资本支出计划是按照这个公司自己做的，有一个预算法规定的一个格式是请他们填。对，但是公司其实在我们会里面会派董事看到的时候，都是用计划的这个预算书的形式来呈现。我同意，我知道，我了解。可是哈、哦，我必须要讲一下，如果他今天在立法院的话，我们不太可能去计划一个不会通过的预算审查，也就是说他不会出现执行率15%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规划一个预算要在今年度结算的话，他应该要知道说哦。我们已经进行到什么程度？今年要花这笔钱，那你不会在计划阶段就写上这笔钱，然后跟我说这个计划因为受到延宕，所以没有办法执行。我觉得这个逻辑好像不太，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办法进来跟大家讨论原因啊？这个参考看看会不会是这个原因？时间有限，我再讲下一个议题。我们退伍会有相关的这个油气农场、农林机构，那这个上表2016、2017、2018，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旅客人数逐年下降。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主委，你觉得？下降的原因是什么？2016、2017、2018、哦、那时候还没有武汉肺炎。主要是陆客，但不能讲。报告委员是，当然了，是这个陆客的减少是原因之一了。OK， 好，同意同意。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些农场的周边呢、啊，也有很多的民宿。他们建设的比较后面，因为环境不错啊，这个设备也比较新，所以有这个旅游的聚落，所以有这个拉客的效应。好，所以我们也很想把这些我们原有的地方能够把它，英文讲 refurbish， 但是中文讲就是不是能够把它重设 ？OK， 了解，能够把它再装潢。好，想请问一下，这些农场里面，这个在这次武汉肺炎冲击啊，因为这到2018年的时候人数就已经变少，那再加上今年疫情关系，我想可能会更严重。我们有没有？这个员工的工作正常吗？或者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让他们离开或是干嘛的？都没有，一切正常。报告员，我想啊，我才把这三个农场都去过，是，而且也跟他们的所有的人员呢、啊、报告，就说今年度我们安置基金里面我们会减少他们的这一个给我们的这个数目。为什么呢？因为譬如说工人他工作了一整年，这个时候因为瘟疫让他变成这个待业或者是无薪假等等的，那么我们应该要补助他，所以这时候都有合理的安排。好，最后那个我特别注意到这次武汉肺炎哦，甚至是这个有连续五天，我看一下，连续五天零确诊，推出这个包含八折啦，包含平日优惠啊，我想知道这些优惠的情况有没有带动这个后面的旅客发展？本来啊，大概只有25%-30%，现在听说已经到45%。OK。那么我想啊，到六月份，到65%是我们预期的。谢谢。好，我特别关心这个农林机构。那如果有遇到困难的话，请我们就是一定要做最妥善的安排。是的。然后让这些美丽的地方可以让台湾国民继续好去游憩。谢谢，辛苦了。Thank you。好，谢谢我们陈伯成委员。接下来请。